在台中有一家年轻幸运的酒店，你只要花1000多块就可以体验龙虾、现做海鲜，还有美酒的享受。这价格有龙虾，老板没问题吗？大家好，我是拓刀。我们现在来到台中这里了，然后在我们身后的这家是林酒店，我们今天终于来了。而且林酒店它这边里面有一个自助餐叫做森林百汇，但是它的收费我觉得还蛮有特色的。通常我们在这个平日午餐的时候，它的用餐费用会比晚餐还要便宜一点点，做一点价差去吸引不同的群众来吃啊。可是在这边台中林酒店，它的午餐还有晚餐的费用完全是一模一样，只不过林酒店的表现我个人也是蛮好奇会是如何的。那等一下我们一起进去吃吃看吧， Go！ 我们现在已经入座了啦，是说我们刚刚进来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先预收今天的用餐费用了。哎，你好，一位的话1090，我想刷信用卡可以啊，只不过因为我是用线上定位方式啊，所以他有提供了9折优惠，就等于我们今天是免服务费的状态来吃啊。哎，才艺刚开始我觉得好像还蛮不错的，那等一下我们就去拿点东西来吃吧。我想要这个，还有馒头，好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你。
对啊，各位，我们刚刚已经拿第一轮的料理回来了啦，只是没有想到啊，他今天竟然有龙虾，吃到饱。还有我们刚刚稍早搭 Uber 来，就是为了这个。谢谢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，谢谢你。那就用这杯美好的白酒，敬你们。不过老样子啊，我们先从生鱼片开始啊。但在吃之前啊，我们先把生鱼片好朋友瓦萨比酱油给准备好。哦，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虾肠瓦萨比耶。它除了新鲜之外，还有温柔绵密的口感充斥在我的齿缝间呢。好，那在迎接鲑鱼之前呢、啊，我们先用萝卜丝洗洗嘴巴吧。Oh my god！来吧，自烧寿司。怎么感觉这个表现就有点普普了？而且他今天现场有一些海鲜料理，他是现点现做的，我们趁热吃起来吧。哇，他把鱼这样切，我们感觉就像是在啃鸡腿一样哎。不过它这个白虾鲜度也是有，哦，各位，它这五味酱里面有加了非常浓厚的一种酸味，它让这个虾子鲜味借由这个酸度巧妙的给它放大了。哦，那今天吃螃蟹还有龙虾的部分，总该用到我们的剥蟹神器了吧？
哦，来吧，我们蟹黄一口塞。哦，我觉得今天这螃蟹有诚意啊。这螃蟹吃起来好新鲜哦！来吧，续蟹。哎，奇怪，相较刚刚螃蟹，怎么吃起来续蟹少了一股该有感动的味道呢？我觉得这个蘸酱应该会好一点呢。接下来来吃龙虾吧。这个焗烤鲜蚵的蚵仔，它非常的新鲜，而且搭配上奶焗的香味，我觉得两个融合为一体之后，哦，非常的完美啊！好了，各位，我们第一轮的料理已经吃完了，我们再去拿下一轮的料理吧。请问牛肉跟猪肉各一份。
对啊，各位，我刚刚去拿了我们刚没有吃到的东西啊。哦，来吧，各位，我们趁热吃起来啊。没有想到他们自己现场包的蒸饺吃起来，除了鲜肉的鲜甜味之外，还有韭菜的香气浓郁至极啊！我觉得这个比刚刚中央餐厨的烧麦来说好非常多哎。珍珠丸子啊！我是觉得说，他今天的这种料理可能有部分东西都是中央餐厨所提供的，可是在这个价位吃到饱来说，不要太干或是太烂的话，我都觉得很 OK 的。来吧，我们再吃萝卜丝来吸吸嘴巴了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哦，各位，我们红虾也来了，我们等一下就把它吃掉吧。就是这种还在冒烟的红虾，哦，吃起来很不一样哎。好油哦。那我们终于来到排餐的部分了啦。我觉得它的排餐的部分感觉就是肉要瘦不瘦，要肥不肥的。这应该是烟熏火腿的部分吧。各位，它这个肥瘦均匀的火腿肉吃起来软嫩中又有烟熏的香气，我觉得吃起来好舒服哦。那这时候用这个红酒敬你们的了。
们又来到把五仔当鸡腿吃的时候了。哎，各位，它这个龙虾里面抱着满满的卵呢，哎呦！它这个是我们经典的煮熟龙汤了，然后加上这个稍微焦黄焦黄的酥皮，我觉得，哦，完美啊！我们再去拿下一轮的东西吧。好了，这一轮我们在拿的时候，它有很多东西都已经开始撤收，然后不会补新的东西了。牛蒡炸虾。软料炸虾，然后配上这一个非常浓郁的牛蒡味，我觉得需要沾爆它的天妇罗酱了。好吧，他这边的海鲜清汤可能都是跟他龙虾汤一样的做法的。
这个很常见的高汤啊，来吧，用这个白酒敬你们啊。我们接下来再去吃甜点吧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这个肉烤布雷吗？还有这个这边奶酪，还有蛋糕，可以都给我一个吗？哎，谢谢。各位啊，我现在已经感觉到我好像有那么一点点醉了，那我们一起共襄盛举这一杯红酒了。気持ちいい。哦，这奶酪好浓郁哦。焦糖烤布雷，
OK 啊，那我们等一下到后面做结尾吧。OK 啊，各位，我们回到今晚下榻的民宿了啦。然后这附近的商圈就是我们知名的逢甲夜市。说到这边，你们是先知道夜市，还是先知道大学？请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好不好？好，今天晚餐我们吃一餐1090元。各位听到这边，你们觉得还有什么好闲的吗？我们今天吃的晚餐场有4个小时的时间让你慢慢吃、慢慢逛。我就觉得说，今天吃这个餐厅，我们评断标准不一定是只有食材而已啊，而是说我们今天吃的这一场的整体的气氛，还有你的体验来说，这也是一个还蛮重要的地方吧。啊，看到这里，如果你有什么推荐吃到饱餐厅，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，我看到就去回复了。还有，如果你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也欢迎加入我们频道会员，一起成为边缘的美食家哦。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啦，拜拜。